球員踢唔踢到你部署啊？咩嚟㗎你？球員好盡力啦，咁亦都達到賽前嘅目標就贏波啦。咁所以即係我哋最艱難嗰場比賽都可以克服，我相信之後我哋應該都可以即係有一個好嘅成績啦。嗯，但係今日即係咁多個小朋友啦，對你哋11個球員啦，即係同你預期嘅有冇出入啊？其實預期都是一場很難打的比賽的，因為即個球場那麼小，即球員也不是那麼易去越過球員，不過即我們可能憑身形上的優勢去利用有些的傳中球、有些的高波去贏，但即是整體來說大家我們球員的比賽心態和那個認真程度我都很滿意。嗯，剛才我們訪問了很多小朋友，他們就說一定要再挑戰你們，那你接不接受這個挑戰？我絕對接受啦，即是anytime我們是即受接受挑戰的，還有都希望他們去苦練了更加有進步才來挑戰我們。下次長隊飛馬，我一定要會贏天生的飛馬。我們拿到波我在地下的時候，我們自己去推進去比波，因為那波越在地下的話對我們那個攻勢是越著數的，起碼都在天生的飛馬球隊隊身上拿到一球啦，係咪？咁其實大家都好落力啦，見到即係我 suppose 佢哋係即係我意料之外咯，佢哋嘅表現係表現得非常之好咯，佢哋唔係話立亂踢咯，係嘛？即係真係好似用地波，真係真正比賽咁樣咯，嚇！即係大家都好落力，就係希望有機會我哋再第時有希望再做多次咁嘅活動啦，希望多啲嚇。我哋希望可以提拔多啲呢啲咁嘅小朋友啦，希望可以幫到我哋元朗區嘅足球發展啦嚇。你覺得今次活動如何啊？好開心啦！第一次睇個比賽睇得咁開心，個個睇到笑啊，因為都睇得幾開心嘅，好特別嘅一個比賽。